这一单真的很好笑哦，很好笑。他跟我点了一个香菇鸡汤，然后不要香菇。干嘛点香菇鸡汤？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不不不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于是香菇酒，加好，加满，加到爆。客人不是点香菇鸡汤，不要香菇吗？有些是需要训练的。我要排除他的那个香菇恐惧症。这餐值了，那碗香菇超过鸡汤的钱了。不晓得本人看到会怎样，我下次也要点香菇鸡汤，不要香菇，给这么多香菇爽吃一波。哎，香菇不是蛮贵的吗？太超值了吧。麻吉让你丢脸的万种方法之一，正在满意。此时的我已被他录影指示，为了记录我请客。洋葱，洋葱头，还在傻傻惊叹老板的功劳。你可以说公主请买单，不敢置信，不敢睁眼。公主请买单，不敢睁眼。咱俩捏了杯子。我太难了。没想到老板这么配合。公主拿叉子。更没想到老板还自己加薪。咬牙切齿，紧咬舌根，无地自容。老板好配合。那个眼神说明了不是第一次，哈哈。杯子终究还是我扛下了所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都会整人，我觉得心里面有点受伤。你可以代替我吗？他如果不给我，现场哭给他看。好，你先。巧克力，快点啦！这样啊，他拿了。哎，想到了。很烂哎、欸，你没有拿回去，你要抓他手，你很烂，你真的太烂了。换你，人家哭给你看。他会哭哦，如果你没给他的话。